我搁咧欢喜咧，想袂到你阴魂不散，搁走转来。我前段唔敢转来，而且我搁拖我的救命恩人倒转来，安怎你无欢喜啊？什么啊？你搁甲我带一个老客家转来啊？你这个姑娘，你莫生气啊！你若无管理我留在这哦，我来离开哦。你是黄阿喵吼？阿伯，我唔是黄阿喵啦，我叫做林元喵。阿伯啊，啊你叫什么名？咱敢若有识识呢？我老汉哦，叫做黄东山啦。我是一个粗鲁人，四界咧流浪，哪有可能去识识你这个千金小姐？你看唔到人。是的，阿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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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阯要留你家啦，阿伯，你伯，只是阿伯，出去啦。你别抓准讲有阮阿姊予你靠，我甲你讲啦，阮阿姊哦，即摆已经予阮阿爹赶出去啊。啊，那你哦，你有啥物面底皮留伊食？哼哼。无我的允准，啥物人拢袂使赶走，真假？真假啊！啊，即几工你是走去对去啦，害阿伯啊四处找拢找无，你知我足担心的，你知无？阿伯，好无果果，你个大舌头挂出去，你讲代志是安怎发生个？大人的代志啊，囡仔卖问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位是阿爹啊，这是这个不紧好吵进来啦。伊讲哦，伊是伊的温亲人，啊，希望咱会当甲收留啦。哦，既然是人家的温亲人，咱袂再怠慢。来，请这位先生去咱旁边。啊，阿伯，请过来。哦甲我讲，你有啥物要甲大舌头挂出去？阿杰啊，有足多代志吼，唔是你小小年纪会知啊。阿拜吼有机会，我甲你解释吼。我不会啦，我不会啦，你用球大舌头，我不会。这个，阿杰啊，你打才转来啊，你要走对？我要去找大舌头啦，你放开我好啦。外口遮大，你要去对伊找伊？我唔管，我唔管，你甲我放开。阿伯，给你拜托，卖吃烦，好不好？阿伯，甲大姊赶出去，嘛是不得已啊。其实哦，我嘛足思念伊的嘞，你敢知？既然你思念大姊他，你就紧派人去找大姊他啊。别急啦，卖让阿伯为难，好不好？我袂啦，你若是无爱派人去找大姊他，我马上离开恁家，永远拢卖转来。这，你到底要答应还是不爱答应？
安好，我答应你。好啊，不过吼，你爱乖乖别出来哦，好不？嗯。阿伯，互你暂时住在家，安尼唔通过怪呢。对对对，小姐，我你真多谢。你实在对我真好，多谢。阿伯，你莫安尼讲啦。讲实在，我嘛感觉足奇怪。我头一摆看到你，就感觉咱敢若已经实在足久啊呢。而且，我甚至阁有一种足冲动的想法，我想要叫你，想要叫你一声阿爹呢。是是是，小姐，你千万莫安尼讲，你若安尼讲哦，会触到我的血手呢。所有该死的人拢到，我着拄好利用因这段决定袂清的前世因果，好好对付妈祖。这四十多岁啊，已经开始修炼了。万不易，让伊修得正完，和妈祖的人生归完，都对我更加不一样。别急，我一定要趁伊还未恢复神通的时阵，想办法先将伊除掉。这么多奇怪的东西，这到底是怎么做？七刷油过小人的死，大爷，害啊啦，害啊啦！村民有灾难，咱阁袂当去救伊，哇，即马是变怎啦？拖汤的，你莫着急啊，这办法是人想出来，我冷静想看。想出袂啦？啊，
有啊。平行境世间一切的话都是你不信，只要你会当控制心情，这个梦想就我的伤害。只要你会当控制心情，这个梦想就我的伤害。好他妈，你甲看，那位人有能力嘛，慢慢来恢复啊嘞。嘿嘿嘿，你来王宽啊，聪明。如果要用七煞阴火来烧死天妃娘娘，啊，欢乐灯啊，才得到帮助天妃娘娘亮光。老太，你知影这何做啥？这何做哦？偷俩鸡无成，颠倒了一百米。哼，等天妃娘娘灵力恢复，你就该死啊！点住，降下来！哎呀，别认真，我还紧走，这个会可能是我。林国林，你有受伤吗？对，我叫一个林丹，你先讲。多谢你。拄只我摇花围困的时阵，跟神团因来点醒我。这，这是不对啦，是风顺啦吼，提醒你的啦。李大哥，方大哥，拄只要害我啊，是啥物人？为什么伊特要害我嘞？林国林啊，这件代志哦，事关天机，我袂当随便讲出来，到时你自然都明白了。哦，拄只我搁打坐的时阵，有看到足侪足奇怪的现象，这林国林，你是看到啥物？我看到月明、甲高天树，因的打扮，甲我眼前所熟悉的。完全拢无同款。哎呀，林姑娘啊，若是安尼哦，就要恭喜你啊！你是一个有灵性的姑娘，安尼就表示讲哦，你的灵力嘛在恢复。我相信讲哦，唔免偌久，你就发到了解你甲因的前世因果交缠。也唔过，你也靠你家己灵力去化解。阮两兄弟是我都甲你斗相啊。规工走爬爬，来走一顿。啊，李小姐。嗯。你搁知影通转来哈？我问你嘞，啊，规工我无看到你的人，你是走倒去？李小姐，你敢知影我为着你的代志，为昨无闲到即马，啊，你哪还搁咧？
感情愿。你敢真正愿意为着我牺牲家己的性命？当然是真的啊！你放心，我会想尽办法来对付恁大姐，绝对袂让伊去甲你伤害着。阿妙，你敢知影？自从我第一遍遇到你的时阵，我就真介意。我暗中对家己讲，我这世人一定要好好照顾。对啦，我今日有煮一点鸡汤，啊无我去旁来给你吃。哇，多谢你。王发啦，啊，店的工课这么多，你拢无去做，哈、啊？我这今仔日请你是做新徒的，不是做阿公的。老爷，既然你嫌我徛伫遮插吧，安尼啦，规日我来去房间休困。等，日头赤呀呀的，啊，你敢讲要去休困？你敢有尊重我这个头家？放笑，你这个情绪啊，你敢讲你要对付安尼啊？啊，放笑。好，你出去，你出去，出去，出去。刚讲你有捌听人讲过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一句话是啊。你，哦，老爷，你是安怎啊？你是安怎？啊，你有约去无？哎呦，啊，多谢老爷在遮哦，甲我交代店内的工课啊，啊，无来无去就突然间昏落去。啊，哪会安尼啦？我唔知哦。哦，咱即摆卖讲遐尼多啊。咱即摆先将老爷扶去房里来，再来请先生啦，紧来。好好好，阿爹，这里哦，这里来，我再打工。不要急步啊，老爷。阿爹，这里啦，先生，你再讲啊。去房里休困啦，吼。你是下厨好的麻姑，较倒退啊，但是我唔是你的对手。对，我先去找阮阿爹家等你来。哎、欸、不急嘞，你是要无用啥货啦？你哪样去和王华拍吊枪啊？阿达，你不是常常咧透过讲世间的代志，拢都袂过你的目睭甲耳啊？我看你也叫做上一话，甲上一字。哎呦，伊讲上一字，骂我咧，我都袂上一字，我是实在有够可恶嘞。啊，你讲话真无礼貌哦，感觉你唔知影这尊师重道的道理哟。不可安怎讲，我嘛是你的生意伯仔，甲你投资啊。哈、啊，你哪会遐无大无细啊？我毋是无尊重你啊，因为恁老爷头拄仔有嘛拍着枪，你若是无爱听起去，我无爱互你做我的弟子，做我的朋友。二姐啦，你够狡猾嘞，我还讲几遍啊，这是因果你的。观众啦吼，插手去帮忙，这到时是害着天灰鸟鸟吼，未当转来这个仙界呢。我是要讲去变个听有啦。你莫变假啦，我知影。你不敢去救林老爷，就为着拄仔落嘛对无？拜托的，不是我咧操蛋的啦，那是玉帝有交代，啊，若无阮两个吼，就甲伊买吼，那道具若甲拆拆落去。你莫操蛋啦，我袂相信你的话啦。你若是爱去救林老爷，我就是去想办法啦。一步一步行，新叶市母亲吴女士。你的月神啊，甲我的同事是好朋友，伊拜托我阿才找一个机会，一定爱替伊来答谢你的恩情。因为一旦细汉开始，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伊这个阿姨就一直真疼惜伊，真关心伊。只要伊有任何的困难，向伊开嘴，伊拢无条件来答应，来甲伊斗相共。最近听到姨丈的身体无好，你咧将全部精神来照顾姨丈。即马每日拢为着伊娘的身体来咧烦恼，妈祖制作单位甲全国爱心的朋友，祝吴琴女士你的老婆身体真紧就好起来。妈祖呼劝大家一定爱饮水思源，知音图报，请继续收看妈祖连续剧《妈祖情》。
一定爱看哦。你总是坚持你的